平时没什么东西啊，房间里面嘛，我叫他们拿出来可以吗？啊，就是没有，我没有东西啊，就是那个小锅有一个大箱，一个箱子拿出来，你跟那个小锅说，哎，行，你放这里的，你现在要把房推了，哦，叫是安排把你的箱子拿出来，拿到前台就行了，中不中？嗯。其他不什么的吗？我的衣裳还都跟那晾着呢。那。